塞，是个烟卡耶，拿过来。哎呦喂，我的烟卡掉下去了，这是什么烟卡呀？让我回忆一下。哇塞，居然是戏子呀，走捡过来，快点快点快点。哎，这边有一个奥特曼耶，好像是个赛罗奥特曼吧。哎，我去，又掉下去了。哎，不见了，走捡过来，快看我的烟卡在这边，先把烟卡就捡过来。哇塞，这个烟卡我没见过耶，一定很稀有吧，来再开来吧。哈哈，兄弟们，我有200多张烟卡了，你们可以叫我烟卡大王，谁的烟卡比我多快点说出来吧，你们肯定没有我多。我们这边打开来一个细支烟卡，来吧，我们这边一折两折耳朵放进去，一个三角形，你们的烟卡肯定没有我多，兄弟们，我敢打包票。来吧，这边卡进去，完成了一个牡丹烟卡。哎，对了，刚才这边有一个赛罗，这边赛罗奥特曼，我们拿过来。小赛罗，赛罗，哎，这个什么东西啊？这也是赛罗耶！哇，肌肉好发达呀！你们看，8块腹肌耶！原来奥特曼不需要皮套是这个样子的呀！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萝卜刀耶！哎，还会发光耶！这个是迪迦奥特曼，你们看，哇，还会发光耶！迪迦奥特曼萝卜刀，不错哎！来，我们都拿走，拿走，拿走！哎，你们看，这边有奥特曼玩具，我看看。这个是卡片吧，哇，还是签名卡耶，这个是泰迦奥特曼御空形态，哇塞，又是签名卡，泽塔奥特曼伽马未来签名卡，哇，还是签名卡，捷德奥特曼，哇，这卡片好闪呀，你们看，哇，4张签名卡耶，这个是银河奥特曼，这边有一个奥特曼积木人，这个是戴拿吧，这边是看看，这个是盖亚，哇，这个是黑暗赛罗，还有一个，这个是什么，雷古洛斯，哇塞，又捡那么多玩具啊。哇，兄弟们，看来我今天收获不错呀，走回家喽。你有病。